战胜华海夺得这个联赛冠军，是否对你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呢？我觉得没有什么非凡的意义吧，因为我其实一直都是第一打野啊。好，我相信小胖夺冠后的采访大家都看了，像什么吃饱了爸爸猖狂，我一直都是第一打野，真是太狂了。但是这么狂的话又符合小胖的性格，谁曾想小胖却后悔说了，在夺冠后的巅峰赛里撞到了 TTG 不然，向不然吐露心声，说现在很后悔。小胖和别的职业选手不一样，几乎都是开麦指挥，这要是熟人一听就是小胖。很能藏啊兄弟。好胖胖带我飞啊胖胖。哇，不然哥，然子哥，我给你让打野，我给你让打野，我给你打虎，我给你让，别然子哥，别，你来，你来然子，你来，冠军打野是吧？你来，别，我你来，我直接打平，你来，算了，我给你打辅助，别，然子哥，我辅助你一把，我牛魔很猛的，我来吧牛魔，我来辅助。别浪了，真的，我来那辅助。啊，行，你这么相信我的话，那我只能来一把了呀。你这么相信我，来把露娜了。真的呀，肯定要给冠军打野当位置是吧？没事的，你以后也会是的，然子哥。这么客气的小胖不多见吧？接着不然就说到了小胖有多猖狂。真的猖狂，我操，疯狂。不猖狂，我跟喝了假酒一样，我现在很后悔啊，我的采访。我感觉当时我已经有点上头了，这是吃饱了把把猖狂，只能说把把猖狂。上头了。我当时现在想起来的话，当时就是非常的后悔，你知道吗？没事，很有气质好吧。一定要有气势，可以遇到这么多把，终于有人跟我开麦交流了，不容易啊。不过看来小胖和不然关系还不错，还要请不然吃饭，瞧瞧这小胖为人处事。可以，我在直播。哎，你们放假了吗？放假了。怎么说，我请你吃饭。放几天你们？放个七八天吧。直接话不多说，进入对局，两位 KPLS 组打野，这一局还能翻皮水吗？再加上小胖玩的还是拥有签名的露娜，不过有一说一，你可以说小胖的镜、小胖的宫本、小胖的橘右京等等打野英雄是天花板，但是露娜差点意思啊，经常断大。给大家留个问题，数一数这一局小胖断了几次大。这一局小胖选择红开往上刷，四级之后上路抓人，蒙恬先拿到一血，小胖连个助攻都没有混到，紧接着团战继续，小胖一个打好几个，最后断大倒下，摸他一趟。很装逼啊，周瑜！这四级了，兄弟。到中路了，没进来。他锁你了。没锁，你什么呀？马刀去了。哎呦，一丝血，没事，换了一个，还行，只能说快跑，没事，一线还有被动。毙了，快跑。喂，卢包哎。三分钟。小胖准备反红，看看这宫本的路线，这是要准备开龙了。小胖先和宫本过过招，等到蒙恬过来，小胖直接上去操作。虽然操作很丝滑，但是人头一个没拿到，不过后来拿到了，是拿命换的。可以的。飙到了。他马上就开机宝了，慢慢来。我先等你一声，我也等你一声。Okay. 他死了。我也死了。哎呦，这红在骗我，我以为他在草里这个红，我想借红飘过去的。我滴。中路复活之后，小胖准备开龙。你说怎么了，兄弟？又断大了。没事，我看怎么兄弟。OK。五分多钟，准备上路越塔击杀宫本，三个人轮换抗塔，马可收下宫本，小胖的血量也还有二个。但是小胖非常自信，这点血量足够操作了。可是小胖，你要知道，是你肉，露娜可不肉。动，我都没气泡，兄弟，回家了，我也回家了。别！哎呦，这都能搞到我，我都滑出去了。将近七分钟，小胖打主宰，为了不让对面抢到，断大收下。我带感，兄弟。七分钟，小胖又因为打小野。
再次断大。根本没交到，根本没交到，我打下中了。完了，被你搞断大了。下一波，下一波。大招好了之后，入侵蓝区，最后断大被收下。我被搞断大了，快跑！哎，框住了，可以，这马超不会玩，可以。完了，被扑到火了。十分钟，小胖直接一打三，伤害不太够，段大跑路，但没跑掉。你怎么说？我应该记了，有人有点小多。这一波小胖上去操作，吃了连环控制，不得不段大跑路。没事，死不了，死不了。对面全残，对面全残。十三分钟，小胖从中路位置一直飘到对面高地，但是一个人头也没有拿到，最后还是要断大跑路，又没跑掉。对面全残，对面全残。哎，怎么这后头有个马超？去推下吧，去推下吧，去推下吧。这我把对面确实全飘残了。十五分四十，中路团战，这一波小胖又断了大。虽然这边倒下两个，但是对面全都残血了，不敢再继续团战了。OK， 这马超，这马超，先杀马超，杀马超，马超怎么说？没技能，没技能。OK， 他上高线很炸。十七分半，当着对面宫本的面反掉蓝 buff， 接着又把宫本收下，小胖终于又开张了。你们吃吧，我吃大饭。来了，回来了，可以，牛逼，牛逼，牛逼。十八分钟，小胖还没有等着操作就没了，断大次数加一。先杀多余，先杀多余。我没换佛甲，哎，这光碟要吸一波，这光碟还有佛甲，还有佛甲，还有佛甲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没了，没了，没了。还有他还要吸一口。我靠，这狂铁这么有钱。没想到最后被对面上了高地，小胖倒在人堆里，战绩定格在二杠八。你们觉得小胖的露娜是不是已经养成断大习惯了？完了，断了。没事，死不了。挨个金身，挨个金身。别断了，兄弟，你不断没了，断吧，断吧，断吧。记，我的错，燃之哥，我的错，是我太菜了，是我太菜了。我也没打好，我也没打。哎呦，是我太菜了。二杠八，打得太随意了，只能说，这把有点嘻嘻哈哈。把我燃子给坑到了，给坑掉了。